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大雾里的灯。我是孩童啊，走在你的眼眸。你是明月清风，我是你照拂的梦。见与不见都一生与你相拥，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走你所走的长路，这样的爱你啊。如果说你曾苦过我的甜，生是每一天。你是明月清风，星火燃起的天空。是仰望着就把你唱成歌，你是我之所来，也是我心之所归。世间所有路都将与你相逢，这生是每一天。山河无恙，山河无恙，烟火寻常，烟火寻常，可是你如人的眺望。孩子们啊，孩子们啊，安睡梦乡，安睡梦乡，像你深爱的那与你相约，一生清澈如你年轻的脸。 Bravo！ 听闻讲啊，知曲儿一知道有呢個一加二呢一個回合，你即刻已經即係舉曬手咁樣。我真係希望我做到一個幫唱嘅作用，因為雅希佢把聲咧好靚，好有質感。我唔知道今日嗰個出嚟嘅效果如何，但係我覺得我哋喺度留低一個屬於我哋兩個嘅 OK 嘅，好好嘅。突然間好浪漫啊！呢度呢個舞台，雖然係兩個女仔，但係如願呢個歌係邊個嘅 idea？ 我嘅係揀嘅係。其實我覺得每個人到了中年多多少少有自己的故事啦。我在這兩年當中真的 experience 了太多傷心的事，都
都係嗰句啦，即係大家要開心，天天快樂，咁樣會好好多。所以我即係其實我頭先聽你哋嘅 version 咧，即係呢一個合唱版女聲合唱版《如願》，我覺得有一種思念嘅感覺。睇下呢一個合唱版又得到幾多分先。搞掂啦！一見到個九字，91分。哇！咁勁啊！有人癲咗，有人癲咗。邊個癲咗？你問佢先啦。邊個啊？左門神。問個癲嘅先啦。哇！唔係，19分。嗱，我係由中年好聲音第一季到第二季，我係俾過兩次19分嘅啫。第一季就係總決賽俾咗吉吉，你仲話佢冇。第二次就是今次我俾咗你哋。嗱，我讲先啦，不如好嘛？其实如果净系阿安雅希咧，我系俾18嘅啫。你不得不俾一个好大嘅 credit 啊，支曲儿。多谢师姐。佢嗰啲和高，好好听，同你 blend 到白胶浆咁，黐到实一实，长音系一齐 cut 一齐，嗰啲拍子系齐到无伦噶。恭喜！好，頭先我見到阿張家添老師都好大聲 ，Bravo 咁樣啊，係嘛？因為我呢個 Bravo 係俾呢個組合嘅。Right。我淨係想，我想快啲睇個 replay 嘅，因為咧我聽唔切啊，因為我 suppose 係要 focus 喺安雅希嗰度啊。咁但係阿芝芝嗰啲聲音又好好聽，我可以 play 10次，我可以揾到好多嘢出嚟。你哋兩個啱啱一個低少少，一個高少少，兩把聲係出得好正。Thank you Donald， 多謝，真係唔該曬。唔單止有 key， 而係當你哋將嗰個節奏拖慢咗，然後再玩 phrasing， 將個句法變曬嘅時候，係好 risky 嘅呢件事，但係 paid off 咗，因為你哋 own 咗呢個版本，係俾到新鮮感我，俾到新鮮感我。佢好興奮啊！唔緊要，食啲保濟丸得㗎啦，我食啲保濟丸得。保濟丸。嗱，如願對於我嚟講咧，我覺得安雅希咧係唔會好難去應付啊。但係對於支曲兒嚟講，你係咪癲咗啊？點解會唱呢首歌？但係你嘅 verse 咧係好聽到不得了。咪真係啊！因為好多時咧合唱對唱咩叫助唱咧，阿芝芝做到。咁啊，安雅希咧佢本身真係好有 character， 同埋佢嗰個 voice， 佢嗰個用聲同埋感情好好。你竟然可以感動咗呢件咁嘅嘢啊嘛！即係呢件嘢係冇血性噶嘛？你明唔明？我都話其實唔係，而家好有人性啊！等陣先，肥媽，好有人性，冇血性嘅人你都感動到你先勁啊嘛！你今日真係有人情味，好恭喜曬阿希成功晉級，多謝評判 ，thank you。